到 Kate 讲好多好多事情，我都全身鸡皮疙瘩，哎，我觉得好感人哦，然后我觉得好棒哦，就让我真的在近年来有第一次觉得看到希望，然后未来有无限可能的感受。去年的时候有听到那个许昕玮的分享，然后觉得说这个很有意义，想说把 DFC 这一套带回去偏乡教他们做做看，然后想借此机会提升小朋友的自信心。我们常常会觉得解决问题只能有单一的标准答案，可是看看他们今天为了要改变这个世界的问题，他们的想象力派上了多大的用场。我们虽然年纪小，但是我们是有这个能量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。你会发现现在孩子真的什么都有，但是自信心好，所以真的很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能够重新找回他们 I can 的一个超能力。我觉得他们明显最大的差异是他们比较能够尊重不同的声音，他们对他们自信比较多一点。